选好自己喜欢的小树苗，等着栽种。响应世界地球日，石化业者连续12年举办赠树活动。民众只要拿着发票或是回收废电池，就可以到全台100家直营加油站兑换树苗，透过绿色植栽传递节能减碳、爱地球的观念。这是一个环保的作为，同时也是一个爱地球的做法。那我们讲说这个树苗啊，它本身有净化人心的作用啊。那更何况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节能减碳，植树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推广的一个活动。今年也准备了多肉植物和香草植物，共24000株树苗，邀请社会大众共襄盛举，一起守护地球，留给下一代永续美好的环境。